一篇都写了十二集，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没有进站，有些安静来了500块，哇，他们那些狂奔浩荡就是没有输的。我对这些人只感到两个字，悲哀。就是大家最喜欢这种愚民，拿你的钱来骗你，拿你的钱来压你，还有
然后所以妈妈买第一张彩票。我想来想去打不通，官司从高等法庭打到上诉庭，上诉庭打到联邦法院，我们高等法庭赢，可是不到24小时就没有上诉庭驳回，高联邦法院驳回。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输，今晚我就要告诉你这个答案。现在我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输掉官司，我们官司输掉，当时的大法官是谁？当时的大法官，马来西亚大法官叫做敦展义，他是谁？巫统的法律顾问，逃来过马来西亚最高法院的院长。巫统的律师是谁？难道哈巴利善？难道哈巴利善跟张一的老婆原来是武东？我们官司输掉以后，我们终于查到哈巴利善跟大法官的老婆两个人开一间公司，他就给他一个工程，在古佐建高速大道，工程价值22亿4000万。这就是 one blessing， 杀不 blessing， 不是杀不 blessing。 我刚才讲的都有白纸黑字，记者小姐先生可以自己，我们是从政府的这一个数字拿出来。现在我知道为什么我们输官司呢？大法官跟不同的律师，他老婆跟是股东，官司出来以后拿了22亿4000万的工程，建议一路明的道路，一路明的道路本钱他说4000万，这都是用什么钱？用黄金来铺的。所以各位，马来西亚的贪腐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，我们对国家已经完全绝望。那就可以跟印度人说，难对给，难对给，相信我，不再要当巴基斯坦上诉咖喱了。Yeah， 上诉咖喱，我